妈，我出门去谈判了。你哪那么快？他不管谁呢？这是我花5000块钱高级定制的洗发。我娘当家，我再去找他。你来不？是我定的。你咋在这儿？婚纱准备好了，我准备好了，你准备好了吗？你什么时候？从我第一次见到你，我就知道一定会爱上你。我已经做好跟你共度余生的准备了。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愿意。我们绕了这么一圈才遇到，我比谁都更。